场首发队员 Hero 九成 Hero 九龙 Hero 宁之 Hero 最初 Hero 陈下第一场 Bampic 战国本局 MVP 第一局 Hero 九星一零 CW 开局，我方打野收掉红本后直接入侵对方蓝区，对方防守时被陈下李元芳收掉人头拿下一血两分十秒，我方顺利拿下第一条暴君八分十秒。我方趁对方几人在上路包围宁之时，抓住机会开掉主宰，并顺势推掉了对方上二塔十二分。由于我方未能发现对方关羽绕后，不慎被开后，我方放缓进攻节奏十九分。我方连续击杀团灭对方一波，攻下对方水晶。我方取得比赛胜利。第二场，第二场 Bampic 战果本局 MVP 第二局。Hero 九进一比零一 MC 二分多中，对方打野在上路露头，我方迅速组织开暴君，对方尝试抢，但被最初鬼谷子抓住机会，二闪拉到两人队友跟上伤害，拿下两人头，击杀掉对面后，我方顺势开掉暴君之后，几波团战我方都稍显劣势，但七分多中凝之花木兰蹲草一闪击杀掉公孙，离我方一波反打挽回局势。十二分钟一波团战，陈下百里守约千里神狙击杀掉对方几人，我方气势如虹乘着中路边线一波推掉对方高地，最后一波先以一波团战零换四